这个训练就可以涉及到你身体的柔韧性，包括你整个核心的力量是否可以稳得住。那当然其中有很多壶铃训练的一些小的技巧，那么我们通常训练从站着或者坐着开始。他的伙伴 Sky 将为大家演示一个 Turkey Squat， 这个训练它会增强整个训练的幅度，整个的幅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，从地面起来到你人完全站直，它整个的幅度整个的行程会变得特别长。然后 Steve Carter 先生这个换手的壶铃提高你身体的协调、柔韧、爆发力和全身的一个协调的作用。好，